OK。我在照风景，照一圈风景。你不用照，他就你站着，他就已经都拍下来了。啊，对。好，往前走吧。等一下，你随便。今天那个第一次啥都看不见的地方，今天滑得好爽，就是像那个游行馆一样。哦，这帮人从这里下来。哇，这个山好漂亮。
所以还是要拍一下。要拍照吗？不用了，我说还是要拍一下360。开着吗？刚才？开着开着。这风景不一样。对，今天天晴。走，往这走吧。练习会绿道好吗 ？OK。OK。练习。我练小翅，我这个好平，没法练。啊，是往这走啊？那个这里，我不知道。你随便你。可以。你这下我跟你前面密。啊？我说我穿过来，你这直接下好了。OK。